台南市艺术家协会今年刚好是20周年庆，外书造化中德新的艺术展，本会有来自全国的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包括东部，大概有200位艺术老师，也包含了以及国外以及印度籍的那个艺术博士，所以让我们在我们这个协会可以看到，艺术没有区域的分别，也没有国界的隔阂。今天展出我们总共有187件，里面有从传统到近现代，中西艺术，可以，所以我们老师们在不同的艺术领域，各在自己的艺术底蕴造诣，相互的学习，相互的观摩，也是我们本会的一些创作那个水平也是一直在增进，这也看出艺术只有门槛没有界限。